张宇来不干啥了，因为有点皮够在一起了。来了，二十七、二十八。但是后来我现在有点皮，你点个两个都还好。三十六天了，你干嘛去？我啊，一个要你参加的话有新皮没有？没给到。蔡志哲。然后这边的话啊，因为今天也是属于上班时间段啊，所以呢，很多地方的话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塞车的一些现象啊，所以呢，可能我们在车程上的时间呢会稍微的长一点。然后在这边的话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老城的一个状态啊，现在很多地方呢都处于在修建当中，因为重庆以前的老房子的话非常旧了，而且呢都是属于那种几层楼的小房子，所以重庆现在呢人口越来越多之后啊，修的楼房也是越来越高。现在重庆一般的住宅区的楼层的话是在30层楼左右啊，写字楼的楼层的话一般是在40-50层这个样子，所以重庆呢普遍楼房偏高一些。两个建筑呢都是位于我们江北区的江北嘴，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右手边的这个江就是嘉陵江啊，就是给大家说到的嘉陵江。然后长江的话是其实在我们的后方啊，相当于是我们的正后方，它就是在大剧院的另外一边，就是大家看不到的那个方向，就是长江。然后往前的话啊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重庆非常有特色的古建筑群，就是晚上大家看到的啊，这边最漂亮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左手边方向的洪崖洞景区，这个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4A级的旅游景点。它的建筑风格非常的漂亮啊，都是木质结构的一些老房子，但是它的内部的话啊，内部结构的话是商业街的形式。我们在那个9号的时候啊，9号下午的时候不会到这儿来参观啊，所以到时候呢，大家这个呢就是我们重庆夏天很热啊，所以吃火炉夏天很热，但是冬天并不那么冷。所以在我们整个内陆来说的话，它有分南方和北方，像我们现在所在的重庆这边是属于南方城市，所以南方城市冬天的话它都不全程供暖啊，所以房间里面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啊开啊。那边就是我们江北区啊，也是我们整个重庆的一个新城区，所以它靠近江边的话也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公路啊，所以呢我们重庆的话啊，靠近这个江边的公路呢相对是比较多，它每一个区域的话它一样的嘉陵江，所以取名叫嘉陵江大桥。它旁边还有一座蓝颜色的那个桥梁，它叫余澳大桥，也是为了。然后在这个方向的话，大家就会看到我们现在的这条路是比较通畅的，但是我们的左手边方向哈，车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啊，这边的车的话基本。啊，这边上桥的时候啊，车流量就相对比较大一些了啊。
领队总总队长，不要乱拍那个没有特色的地方。
张磊，我吃一块饼，我要张磊，张磊，你这是？他要拍到一根了，要拍半身。我天啊！吃那个27架飞机对重庆发射，当时人们毛骨悚然，纷纷躲进了教场口
不沉，因为人在极度缺氧的情况就很小。第二个呢，经常出现误踢。于是山神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开始使用这种防空信号灯笼。这个防空信号灯笼呢，设建在重庆的高处，以颜色和数量来进行警报，挂一个红色的灯。这是被轰炸以后的重庆了，人们失去了自己的这种愈炸愈强，在废墟上建立新中国的标语随手可见。从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呢，我们没有看到绝望，而是看到仍然心存希望的。啊，大家过来旅行的话，肯定有去过这个地方，或者即将去到这个地方。啊，这个呢，解放碑。为了鼓励大家坚持抗战，1941年的时候呢，人们在市中新建了一个精神堡垒，但是因为它目标太明显，就被炸毁了。后来建。多谢参观。谢谢。哎，
位于世界第三大长河长江的上游，是世界上最近到访稳定最不流入侵而大的峡谷。陈先在你眼前的这幅巨型油画所描绘的就是三峡的瑞口回门的景色，也刚好就是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路线，去的就是国际的大桥方式。依次往前走，我们看到就是秦皇岛的大桥。从几点钟了？
节目表演。全部都是原汁原味，没有经过改变的。大家回看一下，前面有个观景台，就是我们当地摄影师为大家免费拍照的第一个观景台，就是拍我们百里城的全景照。小照片是赠送给大家，大照片是大家自己选择的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就不走回头路哈，不走回头路。百里城一座江西小孤岛，我们会从前山上，然后再从后山下来。所以说，从这边回去就不从这边上去，不从这边回来，是不走回头。望国关拜冕旒，建号春风取人冬霜月马。这上面讲的就是我们百里城的来历。咱们在桥上给大家讲了我们百里城的来历。大家再看一下，下面他就写到：山昏歌剧约何错，托孤寄命拜远知北鬼门。这下面讲的就是在2700多年前，百里城里面记载有36人，就是我们重庆市的市长，就是刘备、魏武是一所一的。那在他们那个时期呢，就是在这种中也会经常用到写到的字，但是又不能写日月明，他们都是用这个木月明来记载那个字。那我们现在的很多书法家，他写字的时候还是习惯写这个木月明的，在书法中是有这个字的。在前几年北京高考里面就有出现过这个字，当然大。不是你的逆光，用逆光。不是逆光，它是角度不是角度，它到底有。
折了五块。你在电动。好了，各位嘉宾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好。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巫山，游览我们这里的森林。其实拢拢夹袂前进呢。你看，你看迄交接点。对啊，我夹袂啦，那你要旁边。没啊。伊比咱较紧一点，我讲伊比咱较紧。这些老是紧的，伊只门开三只刀啊，开到迄个关刀哇，我伊头前在高度限制哇，开到遐尔啦。恢复来啊！我一直拢恢复呐。啊，就是伊头前一个高度限制就开到遐尔啦，全会使开红道啊。你要到下一个阶梯的口味感觉。我。伊咧开到哇，头前有一个结环的哇。太尔啦。Thank you.
水啊，讲啊，无啊啦。首先在车上会看到上行航线，那么如果您坐船从宜昌到重庆方向，就将进入这个航线，这是下游的第一级闸室，长280米，宽34米，所有闸室都这么大。昨天晚上走的是这条航线，哎，这些船已经走到最后一级了。那么一边上一边下，上通下达，互不干扰，简要有序的共融川江。这块石头形状很特别，三角四面体，它叫大江截流石。1997年大江截流，不知道您是否看现场直播，当时往江水里抛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三角四面体，每一面都是尖角。想象一下，这样石头丢到江里，不管石头如何翻滚，尖角它是不进不回的，这样啊，像这种尖角就是淹死，就是这样的，8到28吨不等，就最重的28吨，将军不等，交通不加重。好，待会儿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再看一下。昨天有没有看？闸门发现，闸门非常的巨大，但是开关却很快，3到4分钟，利用的是液压气密系统。那么我们现在左下方这个门是已经关闭的状态，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啊，这个门呢关紧了之后，应该形成一个平的一字形。所以很多朋友说，哎，这门还没关好。黄鹤楼几下啦？这就是万达主题电影院，动感影院，很多小朋友周末呀、节假日啊，就会请求自己的父母把他们带过去玩儿。里面是动感的，啊，4D、5D 的动感的，可以玩一整天，可以玩这一整天，有点类似于迪士尼。
现在。我们一会儿就要下车了啊、哦！下车的时候请把贵重品带好。然后师傅呢，现在就是掉头过来，我们靠着汉街下车，还是在下车的位置集合啊，3:30集合。